对面有谁啊？他可能太久没玩，他还在看有哪些人。我看第七的没有进来啊，鬼风他们都在挂机啊，战宁也没有来啊。啊这边对这边 FOR 两个，这职业刚刚这团刚刚好。啊你那边是什么团？那边有。一只鬼人，两只坛，一个先知，一个。是他们的人吗？我们都我们的人吧。哦，都我们的。啊，那你可以屌杀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两个 F 啊，尽量打，拿去吃。尽量打，尽量打。谁放鬼屁啊！我靠！那、啊、我们这边有 F O R 的吗？对面有 F O R 的吗？变了，请变了，慢慢吃，慢慢吃啊！那只鬼人，哎，给他死啊！那只鬼人，那只鬼人好像蛮高的。出去吧，去吧，去打那个 F O R 的那个捕食，打那个捕食。有烧魔剑，用烧魔剑跟他打，不要让他有魔，他就没屁用了。大猪，那、啊、我魔没有拿、欸，烧魔没拿、欸，在鬼人那吧。加油加油！啊，我来打蜜糖吧。蜜糖在哪里？有暴击，现在有十万了，开心算算，是小鸡一点。这都16万。蜜糖现在谁开的、啊？他自己本人开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讲话、啊。快点跑，快点跑！他要来打我。你应该啊，虽然刚讲他坏话，其实他有听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刚才打他一下，我就往后跑。再打一下。我应该要去对面的，啊、我这边没得网。哦，算了，不要打蜜糖，我这个对面都没有 FO 啊。就他一直，躲那个龙那里面。他躲在龙里面哦。哦，那很简单嘛，我去帮你把那个龙吃掉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去把那龙吃掉，我先我看一下。谁啊？哎呦，我赤焰，赤焰吗？对，那个赤龙后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就去把那个龙吃掉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那个人的 ID 叫什么？啊，是一个补一个鬼人啊。可以在门口帮自己那个空范围了啊，我去帮你把龙吃掉去哦。快快快！好，请开打，请开打。没人了耶。哎、欸，小雨回来了。哪里？那里什么时候？哦，有了耶。其实我们公会鬼人够多，找他名字，不然分不了结，真是。大猪正在跟那个站着。哎、欸，那个龙打很痛哦。说我把他吃掉了没？不是啊，我说对面那个啦。没。那对面那个龙没有打死啊！我先看了魔攻，是那个、啊、我看那个小龙，为什么那么高？直接这么高、啊，真是无耻！那我打一下小孩。哦，你打了？啊、哦，是蜜糖啊！谁打我？蜜糖打你？没有啊。好啦，他刚被超射了两下齁，你这样子哦，真的是齁，哦，就不要，我来放血肉炸弹哦，你不要逼我。血肉炸弹很痛，感觉没有没有，我试过了，我大补是要空补是两次补是才会死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我的啦，病房在哪里？躲起来了，去吧，皮卡丘就是决定是你了，然后这个血肉爆弹。你的意思叫防老师出来吗？绑蜜糖，血肉爆弹。你要在哪里？没感觉啊，1000多而已。不是他要过来的啊？为什么你施打这么慢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这样、欸、这样我这样打吗？小雨说他找人呢、欸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他找人也找不到什么。他找人开打、啊。就早啊，开打、啊，晚上本来就要开打了、啊，不是吗？乐乐，君君有没有要回来啊？
君君哦，我没有他电话、啊。对，吴魏有他电话，但是吴魏堂啊，问来。吴魏有他电话，但是吴魏现在人不在，这是重点。等一下，碧航一直追我了，你本来绑他、哦，波子也放下去啊。不是啊，他在追我很烦哎、欸。我、哦、受不了，要同时打飞龙，要同时打水晶，真的是哈。哎、欸，那个 F R 再来是水晶旁边。救命啊！哎、欸，对，轰得好 ，perfect。我是你怎么不打他呢？哎、欸，蜜糖调，真是的，他调过那个。我要去打飞龙。反正你只要轰水晶附近那个 F R 就被杀掉了。哇，好痛啊！你打他好痛还是他打你好痛？变龙吗？还是？碧糖又在计划来偷打我，真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问你一下、喔，那个图示，你们那边有那个吗？那个 F R？ 啊，不对，我换龙队，不是问你才对，应该问二组。不是，你说你五月多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工作，见教生呢、欸。哇塞，所以哦，所以要边工作边那个边读书。对，嗯，所以哦，所以你上见教、哦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会做到不想做。对啊，我做得很快乐，我宁愿上班也不要上课。哪有？我吃了见教赚。就是三个月上课，三个月上班，然后不用自己找工作，啊、就会有工作让你给你做。没有，重点是你要做到觉得不耐烦才有用。可是呢，领22,000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啊，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是那种爱玩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做不下去。哎、欸，谁啊？不会啊，我做蜜糖，真的是好。我做一次一趟蜜糖，你不要逼我。我是会打蜜糖，不要，我要打。哎、欸，鬼风开了先知，鬼风开了先知，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加战场啊？要吗？啊，那应该开了先知进来干嘛？他开了先知干嘛？可他是先知，不是很强。先知很强，超强，好不好？有吗？超强。可是你不要听主持人在抖雷米240。他先知很强哎、欸，哪有5万多，然后写10万，怎么可能？常驻哦，怎么可能？在没有小雨，小雨所谓他找人来是指找谁啦？我看了不起现在才多加，我看现在了不起才多加两三个人而已啊。哦，蜜糖，真是，他蛮想吃哦。他一直在打我，正常啦。啊，你还对不起他自己了，当你都被他偷讲坏话。所以说嘛，打蛋才是王道啊！61-115。然后我们等下都不叫，看鬼风要怎么样。对啊，他开进来也没屁用啊。对，那两个 FR 有跳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这边的 FR 不见了。隐形啊！哦、这废话，隐者会隐形啊。不是啊，那是古尸。哦，蜜糖追我。古尸跳场的几率呢？80%，因为还不会隐形，隐者跳几率比较低。我来寻找那一只。我刚。哎、欸，那个可以吃治疗果实，蜜糖你很贱哦。他怎么可以吃治疗果实？那只好笑，自打自喜。打小鸡了，他这种血太讽刺，160,000，要打还 miss 哪招？啊，打不到哦！可以。抗议啊！虽然不打了，打不到，放弃。来打小龙比较实在。真是受不了你。